英雄联盟。杀戮的欲望现在高涨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先在这里蹲一手，我玩会儿手机。我们玩一会儿蓝月至尊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狗熊。狗熊是吧？对拼是吧？狗熊是吧？狗熊是吧？狗熊，狗熊，对拼是吧？彻底消灭，狗熊已被我们消灭。出门，这把我们只需要给剑圣有良好的蓄积环境就可以了啊！谢谢吃货。行动吧！哇哦，这么细，这剑圣，狗熊是吧？狗熊。又回来了，狗熊，狗熊是吧？狗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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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技能不是智能施法，我操！我来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妈了个巴，蛤蚱是吧？蛤蚱，蛤蚱啊！蛤蚱往哪走？蛤蚱，蛤蚱，蛤蚱，蛤蚱是吧？蛤蚱，给我杀亚索！亚索是吧？亚，亚索是吧？亚，我操！走位是吧？走位，咬你一命！先来个小锤子，当年啊，我从上楼一直砍到下楼，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。现在我们有红 buff， 来狗熊，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，
狗熊是吧？狗熊跟我在那瞅瞅是吧？瞅瞅瞅，跟我俩瞅。我的大斧早已饥渴难耐了。跟我来越塔，痛快的剑圣，快点的。你扛 Q， 扛完 Q 来直接杀，狗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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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狗熊哇，抽一下，无敌了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，把这卖了。来个布甲。抠啊，剑圣啊！剑圣不是要三杀了吧？人家下路怎么老优势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就真累。我真的好累，我砍，我再砍，我看，我再看，再看就把你喝掉，打个红。这不还好，我们家是个剑圣啊。他压死我，一瞅可能就是要来清野怪。不清，回上路。掠夺吧！吃口屎，吃口屎，少一波兵，有点烦啊。有点烦啊！上路强杀，强杀狗熊。这种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不要去帮下路。那怎么办呢？那蓝光能看清吗？啊，那就蓝光呗。我抠你一下。怎么的？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又回头了，又回头！我操你！我操你猴！我操操！我操你猴子！还哈着还敢坑我，还敢坑我！我给你狠的，给我杀！唐塔，你大爷的！他敢过来瞅我，这把有剑圣就好办了。我们就不太怕那卡莎了，我们就往他脸上冲，
啊，就一直往他脸上冲。回家了，先来个咳血战斧。再来个布甲海。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哎呦我漂亮，再出个小反甲。不对。再出个带翼的月板甲。再出个小护甲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先来个板甲，跑得快。这把只要剑圣能起来，那 ADC 就纯就是弟弟啊，蟹手啊，蟹手下一件的，他跑得慢，下件蟹手，哈子啥意思？哈子，踹我一脚你试试，我跟你说，还好啊，这老哈子没敢踹。把这峡谷打了。把这峡谷先锋打了来，我就上路找找这狗熊。狗熊是吧？狗熊，让他跑一走。这怎么的？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我想明白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咋的呀？那 ADC 呀？咋的呀？咋的？咋的？啥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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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？啥意思 ？ADC 啥意思？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，我看，我看看，啥意思？老哈子，跟我看，狂妄起来了，还狂妄起来了，给我推，啪，给你个大嘴巴子，走，小龙的。来，小龙跟我来。洛克法的力量接近了。哎呦啊！瞅我风男，擦！算了，饶他一命。不能打了 ，ADC 是吧 ？ADC 致命点炎，你擦擦擦，算了，下路推线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，强势打中。板甲多少钱呢？1800。回家出板甲，来个蟹手，确实应该来蟹手。这奥纳夫不来蟹手，肯定是不行。又有虚区，我也就是想稳一点。我也就是不知道他旁边有到底有没有泰坦。弹眼了，我要知道他旁边没有泰坦，我上去就是一个板斧。说了这把 ADC 不是 ADC， 这上路怎么回事？这上路没有人守吗？我靠，这俩人直接给我推没了。
啊，把我二塔推了，他俩二塔没掉。狗熊也去给我杀，狗熊在这儿呢啊，跟我来了，推我二塔、嗯、推我二塔，来推我二塔，敢推我二塔，敢推我二塔，个狗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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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推我二塔，让你推他，你俩干哈，你别蹲了，七级蹲个屁呀，我都十二级了，你俩差五级不知道吗，这还在那蹲啥呢，投降了。